我也收到了。我可以发文吗？欢迎收看，看一下十元之七十元很容易被演上天，这是最近麦当劳很红的一个套组，听说很容易被演上，就来开箱看看，看我会不会被演上吧。来，你要不要先猜你是几号？我觉得你是七十号。我也是觉得我是七十号，但是我更想要哪？小杰是几号？四百。哦。四百。403好像是 Leo 吧？那102号，虽然说102好像没有过猎人考试，但我还是想要成为猎人。请七十号的人右边一点团。这边写许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大姐啊，对，是大姐，就是黑化的小杰嘛，对，变大姐啊。不然还是这是库拉比卡还没下船，头发长长的样子，当然不是啊。他想做一个小三点。其实我也蛮想心平气跳，就是伸缩自如的爱啊，伸缩自如，自如自在、啊，不行，反正就猜一个字，哎，小轩一个字就很神奇。是不会怀疑，我现在才发现。然后你看，我看一开始以为他是那什么贪婪之岛的什么周边还是什么，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对，都知道。麦当劳今天可以送我这一套，如果有拿到七十号的朋友，看你要不要跟我交换，或者是如果拿到小杰号码牌的，也可以跟我相认一下，我也有心情交换。最帅也最危险的就是这张啊，黑化的小雷，我很喜欢这张，我觉得超帅。为了保护两个小雷包，输给的是猫女。